里是由美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《大碗仔的夜》第二季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，加入会员抢先看整片，尊享超强彩蛋、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本节目由湖南卫视、芒果 TV、咪咕视频联合播出。陈总呢？陈总不知道耶，陈总在这里吧？没反应啊，陈总。陈总在 group 里面有反应的。喂，陈总，你喺边度？我哋而家喺浸脚嗰间房嗰度集合。没反应啊，陈总。我不用等他了。来了。现在下雨了，啊，下雪了。咦，真的可以结冰吗？喂，看看，应该可以了吧？这只冰箱呢，就是我在网络上偶然去看到一个视频，我觉得哎，怎么那么好玩的东西啊？啊，咁先当系。放啲水落去啊！好咧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哎，兄弟们！拍个视频，啊，打开啊！好。我们下一站去。夏威夷，夏威夷。哦，棒！哇！哦，很神奇啊！对啊，哎呀，很新奇，因为觉得很过瘾，好像读书的时候上那个科学班去做一些科学吧。这个原始的冰箱啊，把那个水倒出来就行了。对啊。哎，要不要弄一个小的，看一看情况才弄个大？也好，对，先拿个这个。哎，对，哦，哇，一二三，哇哇哇！哎，哇！哎，放在那个水里上，有什么用的？哎，那为什么那个底没有结冰呢？不够啊，时间不够。还有那个，哎，还有最后一个步骤。哎，出来了。哇，现在为什么这种改变呢？很主动啊。对啊，因为昨天呢，陈总说我不够努力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特别的争取那个表现。OK， 好了，跳进来了，先饶啊。哦，很主动啊，很感动。嗯，终于再看见努力的谢总了。谢总今天真的有不同。嗯，对。你有乜意思咧？咁样系咪？有必要吗？对啊，只有一个东西，我们来干嘛？你有没有听过人多手脚乱啊？对，你们不站在那过来帮忙啦？去玩啊！好啦，来。拉！行，拎起佢先，系真雨伞，得 OK 喎 ，OK。一二三，啊，好嘢，好，轻，好，拿出去，好，有谢总把，一二三，哇，好靓啊，都系个底都系冇嘅。系啊，未有未结，变先，好，摆个位先，好啦，
一三，哦哦，补翻补翻补翻，咁都补得翻？有咩 A A 超能胶啊？叮叮，嗱，这个可以玩砸啦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因为它是冰箱嘛，我们放在室外，那个地是雪地，效果一样。那还算成功还是？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我拍个照咯。这个吧，这个比较完整吧，挡住这个。要不要留个位置给陈总啊？冰的水果，冰梨，哇，好看啊！好，来个冻豆腐哎，冻豆腐啊，好了，成功了，干嘛怕也要吃啊？等陈总啊，我们进去等陈总嘛。好，这个小，Let's go。我的老家呀，就住在这个田，我是这个田里老村头长的人呐。许多许多事，为什么是那的特别的好？认识认识我们田里人啊，喂呀！嗯，走。谁是？哎，给我。横道河子镇上有一家鹅舍民宿，老板娘今天有事外出，想请大湾仔帮她管理民宿。管理民宿？我觉得我们的民宿的风格就是要收那个小费的。你把坏的风气带来。对，这是我们的风格比较特别一点的嘛。然后拿行李小，哎，拿钥匙啊，哎，每一个岗位都想有办法去，拿多一点的。等一下，其实他也没有，就是帮他管理一下，照顾一下他的民宿嘛，没有说要营业啊。管理管理可以挡住，可是我看不要进来。对，不要进来，休息一天那个牌，对，休息一天，先弄那个休息一天，那就搞定了。没事。但是要帮他经营，就一个民宿不只是做饭做菜了，就要分配每一个人，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打扫的房间啊。我帮他收收钱啊，我可以。好，有请你。就是，我可以帮他。那卓西可以在机场开车接那个客人。陈总，很暴躁了，很暴躁了，走开，送客。他连在机场地那个都社恐。什么环境？哎呦！哎，是这样的，陈总，我刚刚呢，那个小碎步呢，给了我们今天的任务。在那个横岛河子镇上有一个鹅舍的民宿。其实为什么我出去了，我就一直跟那个老板娘在聊。聊了什么？我跟她老公聊。那她有没有告诉你一个民宿有几个房间？大概？她说我刚才忘了。忘了。大的还是小的？房间？中型啊。十几个房间。五个以上还是五个以上？五个以上，以上，五以上，不记得有没有聊过？这我有聊过啊。他老板人是外国人是吧？不是，他是吧？因为我的老板是外国人嘛。你是不是聊错民宿的人啊？你们沟通没问题吗？我没问题啊，我那个虽然是讲俄罗斯话，但是什么卡的啦？旁边有翻译，他写的中文字啊。把这个反正就打出来了。好吧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决定了，谢总呢，重生活过来了。就今天早上干活很厉害。对，所以今天他就是我们的经理。哦。那问题是，如果真的帮他经营民宿的话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叫他们给我股份了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股份危险，如果他亏钱，我们就一直补。可能就是下一季我们就做民宿了。
早就说过这个点啦、啊，你不是去在里面去偷东西？偷东西？偷东西？你一进去就偷东西？老板娘一回来空了这个房间。借力打力了。借力打力好啊。今天不经营啊？今天半经营，就是弄一点小吃之类的东西给那个来住的客人。住就给他吃小饼干、柠檬水喝一下。平常我们去饼干。其实那个我们香港的港式的公司三文治也是好多好多酒店都有。公司三文治、集团三文治、路边三文治就 OK 啦。对，全都三文治。可以，他要点 room service 啊。Room service， 对，我们就给他几个我们会弄的东西啊。诶，是要弄糯米饭吗？好啊，我学了。好了，那说多无味啊，过去走走看看那个民宿是怎么样。好的，经理。老板娘，我们来了 ，OK。出发。嘟嘟嘟嘟嘟。哦，好漂亮！哎，还能动的耶！哇，好叻啊！他做得很好耶，你好啊！为什么那么容易打开？对啊，我们那个……啊，四虎领进门啊，修行靠我们。哎，蛮舒服的哦。很干净啊！这边已经是一个房间了。零一，这个是零二，两个房间，那个是餐厅的。哇，好浪漫呢！都有火炉的啊，很用心去布置啊，这个老板啊。厨房应该在这哪边？哎，有焗炉喎。哎呦，焗披萨。哇，咦，玩到嘢喎。哇，好鲜。要去找找那个博物馆，100号博物馆。哇哇，这虽然小小的，可是它挺多的哦。因为来自不同年代，每个家庭。哇，这个箱，你看，这外面是铁包的木头，这个这能用吗？应该坏掉了吧？这个开门的那个门把手，收据。1904年，100多年那个江宝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留言啊。大湾仔们，欢迎你们的前来。今天你们需要向客人提供一日三餐、咖啡、客房服务、博物馆讲解，好好享受你们的民宿之旅吧。然后我们怎么分工呢 ？OK， 水吧。咖啡、水果、水吧。OK， 陈总呢就管理那个水吧是吧？因为我听到有什么岗位，我就举手报名啊。好像很合理啊，你这样说的啊。没有，你们有留一个词啊？我有啊，所以我马上举手。别吵架，别吵架，别吵架，不要吵架。OK。我想做那个咖啡啊，可是春哥就马上举手，太坏了。然后打扫就有两位 ，OK， 那个厨房的交给卓西了。哦，好。博物馆导游这个岗位就交给我好了。OK， 这那个后厨区的岗位呢，一定是我的。中场那是中场的位置吗？我现在没工作。啊，还有那个水吧呢，要那个火炉你要管理。这个是我的部门。所以你是经理 ，OK？ 这个是我部门。如果我真没财，我自己会加财。哇哇，这个好有气息啊！你怎么能对那个经理这个态度啊？我要对自己岗位负责。负责。我这个员工呢，比较性格比较有些特别啊，火爆。包容一下，包容一下，大家包容一下啊。OK， 这个柴火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。好，开工了，开工了。干活，干活。好嘞。哎，啊，看看。哎，污糟了。一步一步来啊。哎。
好多金店呢。我们房部的很辛苦，原来。这个岗位不错啊，也在暖和。哦，有椅子坐了这里啊。牙刷那些毛巾不是我弄的，拖鞋也不是我弄的，我是水包啊。对，我负责弄咖啡。我喝咖啡那么多年没试过自己去磨咖啡，闻的咖啡很香，很休闲，很安逸的感觉。就当主了啊！差点音乐有点，又有点音乐是整个感觉就啊，哇，好香啊！来来来，喂来来喂，哎，喝咖啡喝咖啡，呀呀呀！哎呀，暖暖和暖暖和。味好似唔夠濃，得個兜嘢六杯嘢，你諗仲要我都衝個提供意見啫，很補充喎呢啲。客人問你問題，你不能這樣子回答嘛？啊，喝了喝了，不喝就算了，走吧。這杯咖啡黑溜溜的，啊，這個溜溜。你好，這個是港是香港的口味啊。哎，對了，進步了。好的。對。这个态度就太好了，态度决定一切，是吧？经理，我的态度蛮好的，要不要我试试？你们这些虎视眈眈的啊！你的很聪明，举手很快啊！其实我们可以换岗位啊。其实我也去法国学过几年咖啡，要不要我跟他换一下岗位？可以，我们下一期去法国的时候你再做。偷不了这个岗位啊！既然那个暴打柠檬你都叫过我了，这个没可能不叫我一下吧？啊，这个水。然后这个烧，然后这个咖啡，它自己漏在哪里啊？漏在这里啊？这个你要看它，你要用时间去看它才知道。你看，为什么这个还是那么浅色呢？我们刚才是关了火出去吃饭吗？再回来吗？经理啊 ，OK。我已经学会做咖啡了，我想试试换一下岗位。嗯，那陈总呢？陈总呢？哎，经理，我想跟卓西哥换一个岗位啊。今天我做那个糯米饭吧，然后我应该负责厨房的东西。需要帮忙吗？有可能需要，切东西要切得很细的。要找一个帮手的话，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OK， 张总，哎，那个博豪呢，做那个糯米饭是一个帮手助理。叫你帮他做那个助理了，助理，哎，去帮他帮手切东西，很简单，切东西了，可以，嗯，好，所以你做咖啡这个岗位的就不要想了 ，OK？ 很不满意，你看，那陈总。那个咖啡这个岗位呢，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呢，卓西做那个咖啡的岗位，我这个打扫那边少了一个人。可以，我做的不好吗？现在没有，就是你刚才喝咖啡喝的不好了吗？你做的挺好的，就是所以好的为什么就害我？你不想进步？我不想进步，我今天觉得。我的今天我很快乐。你快乐，我们就不可以快乐。听经理话吧，你给不给？别碰我！你给不给机会给卓西去做这个咖啡？对，我会给，但我就做不到一个小时。给了，他都给了，收到。他给那个位置给你了，那我去干嘛？打扫。我不干了。
我要去打扫，为什么打扫啊？陈总，不能说不干的不干的。Jasper 厚厚的看着你的 ，OK？ 我不坚持，坚持。还有，你不要再叫他陈总了，对，你叫他陈，就这样子吧。我怀疑你跟他有关系，我没关系，我们是工作的关系，没有那么容易看穿他们的关系的。他们两个去张杰的位置吧，我就不给他们两个，找另外一个人。你们要不要再吵了啊？两个都没有，所以马上安静了，安静了。那小峰呢？小峰在哪里？小峰呢？打扫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。我们现在换了岗位。博豪呢？就去做糯米饭，所以呢，你要换去当导游这个岗位。导游啊？导游。哦。我们现在从那个导游，升职为。讲解员，讲解博物馆全都是你管的啊，厉害啊！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挺有气势的。要不要试试看呢？陈，我转，你来做，我已转，你来做呗，我已经你来做呗，我已经按 settle down 他了啊，不要再聊他好不好？哦，你就保护他啊！我说两句就不行，好啊，他就关心你啊，他关心你，怎么叫皇亲国戚啊 ？OK， 我申请了那么久做那个咖啡，我就安安分分做我的清洁的工作，突然之间解锁我，我还没泡完第二泡了，解锁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快乐 ？OK 啊，听着。人生要看前看，啊，你往前看，往前看，你现在事业刚刚是一个清洁的小工，啊，现在我把你升职了，博物馆全都是你管的，哇，光宗耀祖，馆长哦，对。你不怪你的事啦，插嘴嘛。OK， 照这样子吧，我觉得这个安排挺好的。因为意见太多，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见，你听不完的啊，所以要硬起来。其实我们可以集体的罢免他的那个职位。我不干了，罢了吧。人家是经理就没办法，人家经理是有最有权利把你轰走，把你干嘛干嘛。哎，那没办法。我先骂我，跑了。让我们每一个员工都不爽，非常的麻烦。怎么会搞得那么乱呢？每一个人的分工都不清楚。经理，你厉害，杠杠的，干活。你要好好做那咖啡一杯，哎呀，哎，哇，哎呀，那些是火炉那个地炉门，留声机。经理，说，我们厨房的那个水龙头没水，那你去打水啊。算你狠！现在我们要做就是，把一些的腊肠、腊肉切呢。好，老公，来休息一下，喝点咖啡，暖暖身，啊。我终于觉得你关心我了，经理啊，请问需要咖啡喝吗？我们是厨房部的。有。那请送两杯来我们厨房好吗？哎呀，好，谢谢，你放在旁边呢。哎，这个好喝很多呀！你看看这个，刚才那杯淡如水，你看看这一杯，颜色是那种香浓的，热浓好多，
是真扎活来的，刚才那个像道具一样。然后待会也弄一个汤，因为我们常常在那个火炉旁边嘛。嗯，来一个煮着毛巾汤好吗？当然好了。经理，经理，有客人来了。有客人了，我马上去看看啊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是我西哥哥吗？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真的吗？对，今天我们尝试来营业这个民宿，希望你们满意我们的服务。太幸福了吧！好，先坐吧，你。好，谢谢。两位就特意过来这边，去感受这个民宿啊？对，我们是有在网上预定。哦，对，哎。经理，我们的经理谢总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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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拉菲哥。你好，先坐下来喝杯咖啡。好，这个是不一般的咖啡，你看，是我们卓西哥做的咖啡。你们都知道我们大湾仔的，习不习惯我们的港普啊？我都已经听得懂了。哦。因为你们的普通话都很普通。挺普通的。你不要问了，要问啊，普通就普通了。觉得这里暖不暖？需不需要加暖呢？那个是真的壁火炉啊。对啊。阿峰啊，哎，经理，那柴火都没了，你去外面去拿点柴火回来吧。劈柴啊，不满意吗？没有不满意，还想什么呢？很开心。OK， 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那个山上哦，有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柴在里面。好，我尽量明天回来啊。我尽量明天回来。明天才回来啊？对对对。那我立马去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方法。什么？就是呢，在那个厨房的男生的那道门后面有一堆。哦，好，去，马上拿一点回来。对，要效率嘛，我们做事一定要效率啊！一叫他马上去了。西啊，来，咖啡好了没？哎，咖啡好了没？没过，还没。再弄很快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关系。嗯，风。嗨，经理。你会不会觉得太大呢？这个木材，也不会的。最大的一路材，放得进吗？啊，放得进，放得进就好了。哎，别那么暴躁好不好？没有。小心啊，我不要手抖啊。慢点。谢谢。不如我们先帮你拿这个行李到这个房间里面。不辛苦。里面就是你们的房间，俄罗斯的感觉哦。好了，我们享受这个房间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全都是细节哦，很好。哦，哎，你好你好，不要紧张，今天我们来营业。大湾仔服务你们的，今天等我休息一下啊。终于在现实中看到了。你们从哪里过来啊？从哈尔滨。哦，我们每年都会过来，就是来这边住两天。很漂亮的。对对对对，刚好今天又下雪了。是初雪吗？嗯，不是每一年你来到这儿就能赶上一场雪。嗯。Hello。你好。没有预订房间。不如坐下来。然后喝一杯咖啡。好的。很喜爱这个宁静的环境。对。不如我带你们到那个博物馆去参观吧。好呀。跟我来。这边真的好美啊！哎，要不要帮你们拍照啊？那么漂亮的雪景啊。好啊，好。好，一二三，人漂亮，怎么拍都漂亮。来民宿居住的人，他们的要求是比较多层次的。他们本来就是想享受这民宿的氛围、风光啊，或者是历史的背景啊。那个很古老哦。非常古老。春，啊春啊，你在哪里？
好舒服这样，喘口气。陈，现在没事情啊。嗯。我在想啊，因为客人来我们的民宿啊，他们呢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火炉啊。我想了一个一种活动啊，就是要他们亲手的放那个木材，去那个火炉里面去感受一下。但是呢，有一问题，就是那个木材呢太大了，我需要把那个木头砍小一点。OK， 你示范一下，我不会劈柴的。你那个经理要叫我去劈柴，他现在在劈啊。嗯，哎，他在哪？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他在哪？他进去了。他进去了。哎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对啊。啊，林啊！我一直去煲汤啊。哎，经理，要不要帮忙啊？我菜已经备完了。你现在没事做吗？没了。你要不要试试破柴啊？好，来。OK。你找了一个破柴高手来了。对，博豪对那个破柴有研究。看看。但是要小心，注意安全啊。真的耶，你看，真的每一下都有。有力。有。有。有，行，那就可以啊。行呀。啊，原来是可以劈的，我来。你内部内疚的那样？我不内疚，我刚上厕所啊。你要试一个，起码试一个。好，试一个给你看。平时看你那么凶狠，哎，啊，可以吧，兄弟？合格，一下就搞定了。我以为他不行，原来他很有天分，很有天分，不是？捧杀，真的。哇！耶耶！我一直看好他的，节奏是力量的表现。好，纪凌，不掉脸，我们每个人都试一遍。叫卓西啊，阿峰过来破柴。红煞，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男人味。耶！哎呦，跟着！哇！浓浓的男人味，好爽啊！哇！力量的表现，西果然是西啊。OK， 我们不用斧头了。哇！也是一个猛仗。哇！天才！来！哇！有天分。还是酒味比较好做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民宿，我们呢为表我们的诚意啊，去送一首歌给大家。哇！本来这首歌是放到最后，就是我们的甜品的，我们真的来不及，甜品变成前菜，先唱歌给你们听。我们马上出去好不好？你们要穿好一点。对。哦，下雪很漂亮。嗯，下雪了，好漂亮。啊，好浪漫。好浪漫的感觉啊！其实我们今天呢选这首歌呢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歌名就是《送你一碗的雪花》。哇哦，也很有诗意啊，很配合这个晚景啊。耶！哇，很漂亮的一个雪景。耶！
耶！树木已孤单的躯壳，白雪的飘泊，我期待你，缅怀你每刻的眼光。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，缺少触觉，如何为你去促写我的感觉？站在雪靴的足迹里，雪花的飞水如流泪，莫怪谁，这影子不要追。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，妄想是谁来寻觅你？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，雪也许知道。当天我心碎，送你一瓣的雪花，再想想如何，唯系远远爱念绵绵，期望你愿留下。送你一瓣的雪花，犹如心中的雪话，能再偶遇吗？在雪地唱歌给客人听的时候，真的很浪漫啊！满天雪花的，那就一直飘飘飘。那天真的有飘雪，大家那个气氛，我觉得是可一不可再。站在雪靴的足迹里，雪花的飞水如流泪，莫怪谁，这影子不要追。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，妄想是谁来寻觅你？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，雪也许知道。当天我心碎，送你一瓣的雪花，再想想如何，唯系远远。爱念绵绵，期望你愿留下。送你一瓣的雪花，犹如心中的雪话，能再偶遇吗？送你一瓣的雪花，犹如心中的雪话，能再偶遇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来到黑龙江里面一个小小的地方，一个小小的民宿，也会遇到一些喜欢我们的人。你跟他们聊天，他们也听我们唱歌，也跟我们打雪仗。哇！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来的。送你们很多雪花。今天感觉就好像一群好朋友去露营啊，就没有分是客人还是服务员，而是一群好朋友在异地见面，好开心。哇！一直玩的时候，就真的好像每个人都变回那个小孩子一样，挺开心的。这里是由美赞臣蓝臻冠名播出的《大碗仔的夜》第二季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。本节目由零糖无负担聚会更好玩的动力火车苏打酒赞助播出。动感新青年，一起放光芒！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《大碗仔的夜》第二季。有客人跟我说，他需要买俄罗斯的那个列巴，就是一个面包。他说不远，我去，好，喂。好，够了。没有，听我说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有安排，就是准备车。就是我跟小峰去帮我们准备车。
你们两个留在这里，为什么？我跟小峰出去找这个。你是经理啊，你经理不在不行啦，啊、你不在这里塌了。OK， 走了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管我们呢？管你们！快去快回啊！走。这剪得很好，这孟国的木板法。嗨。你吃饭没啊？我吃过了。我吃过了，想你啊，我想你啊，你们想我啊？想你。I love you。想你哦。这里。我到了。拜拜。马列克，马列克。面包房。哦，列巴就是这个。哦。列巴，哦。怪不得刚才那个客人说有一个两个人吃都吃不完，就是这种。回去不用弄热，就直接就涂这个。不用，直接吃就可以。嗯。可以把它切成片儿，完抹上黄油。嗯，它里面有一个干葡萄嘛。果干。哦。整个就提子包。提子包。嗯。我们六个人吃两个。好。尝尝。五个，好吧。好嘞。好，搞定。好生意啊。我哋应该整紫菜蛋花汤就搞掂啦。你唔肯，係咪午餐肉丁撈飯？唔好搞咁多咩炒菜，又唔好搞咁多，我自己食就食啲嘢。做咧，謝謝老闆。OK， 我們開始備菜了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準備做一個豬腎毛跟雪梨。半个小时，很香啊！博浩，你的那个都有啲火气啊 ，OK 嘅。其实叫做炆啊嘛，呢个系生炒糯米饭。喂，嚟啊，炒埋啲冬菇啦，攞埋啲虾米俾我，唔该你。Yes，thank you。OK 啊，好似好香啊 ，OK 喎 ，smell good。OK 嘅，豐富啲啊 ！Yeah， 係咪你想要嘅效果啊？啲窿嘅，好難炒喎，真係。應該要慢火。係啊，好難。所以，但係你料鬆啲又驚佢熄喎。哎呀，好難搞啊，所以。做那個糯米飯必須要中小火，慢慢來，重複。把这个糯米炒，但是如果那是烧柴的，我很难控制这个火的大小，啊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你们师傅就搞一搞啊！哎，兄弟，怎么样啊？有点担心。哇，好难搞个柴个火，要中慢火，但系点控制中慢火啊？柴火？其实有个方法嘅。系咩方法？你要烧到个火好旺，跟住你烧到半路咧，你就拨开嗰啲柴。系。系啊，因为太大啦，个火控制唔到。
那我的那个汤也可以。老刘，你们两个去了那么久，啊，买什么东西买那么久啊？姐，春，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买了香蕉，买了葡萄，买了方便面，午餐肉，午餐肉，还有鸡蛋呢。你们打算在这里常住吗？哎呀，对，他们买这个东西用来，没有经过经理的同意。哎呀，经理，我不打算要你们付给我了。好嚣张啊！那没话说了，他请了。可以营业了，我们先叫那个客人出来。你们好，好，我们可以吃饭了，好，全都聚在一起了，我们在一起聊美食呢。哦，那就好了，真的住在民宿就可以很快成为朋友啊。对，嗨，谢谢，请坐，好，有请有请。哎，经理干啥？经理去了三号房吗？去三号房干嘛？那所有的客人都在了。哎，经理啊，你干什么？我以为他们在一号房嘛。我们先喝这个汤。这个就是猪介毛巾雪梨汤。平常比较干燥嘛，就是润喉润肺，真的。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啊。先来，看着就很营养。哦，还要排骨，我意外收获哎。啊，没想到猪姐毛根都那么补啊，很捧场啊。对啊。你不要忘记人家吃嘢啦。我们这样看着也对，也很怪耶，也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先吃。嗯，好喝。哎，耶！我一口就马上说好喝。喝多一点汤水对皮肤好。难怪你们的皮肤都这么好。别看纪宁哥，哎，他不吃饭的，只喝汤。哇。真的？对呀，对，这个是所有的食物的精华，所以不，精华的没有了，现在只有天华。哇！哇！我来拍马屁了。哎呦，师傅，还有一个糯米饭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就是伯豪做的生炒糯米饭。我们广东这个糯米饭就是跟那些腊肉一起嗯，对，味道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我妈以前经常做这个饭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，辛苦啦，谢谢谢谢我的。嗯嗯，好吃呀，好吃。嗯，其实都好吃。你都喜欢？都好吃。对呀，有没有觉得好饱吗？饱。好了，那你们认识我们都应该是看电视啊，看电影。那每一位有没有最喜爱的演员呢，或者是歌手在这边呢？肯定是张智霖啊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聊我好不好呀？是吗？啊？有啊。谁呢？智霖哥和小春哥。好，我问你啊，那你喜欢智霖哥什么呢？优雅，这是骗人的。你看他坐在这边，哎，好好，来，你看，啊，优雅是什么？优雅的人有这个标枪哎。哪里呢？我都很喜欢，最喜欢志林哥。哎，
好帅呀！他帅在哪里呢？我一看到我就想笑。我那么可笑的吗？现在啊，是帅。跟我们呢，看见那啥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想笑了。对呀、啊。我喜欢周柏豪。啊。乐少，乐少风。谢谢，谢谢。周柏豪，因为你的歌在我的歌单里面已经好几年了。哇，谢谢。够钟，我的宣言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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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，可不可以听几句啊？哦。够钟死心了，当你沉默得高调。好了，哇，刚刚打拍子啊。我比较喜欢吴卓羲绝景。哒哒哒，谢谢。一二三，砰！哎呀，好 ，OK。买过啊，我还没演完。Laughing 啊 ，Laughing 啊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小琛哥。谢谢谢谢，一杯二锅头，哇，想得眼泪流。哇，都有这个节奏感啊，嗯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还有呢，其实我们也准备一个这个俄罗斯的猎巴给你们。对，就是怕你们啊晚一点的时候肚子饿了啊，来做一个夜宵用的。谢谢。好像颁奖礼一样哈。谢谢。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，吃得开心，回去睡觉的时候发一个很好很甜蜜的梦啊。OK， 我们要也多谢我们今天六位客人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晚安呢，晚安呢。这次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位聚餐小伙伴。是谁啊？哎，噔噔，那就是聚会必不可少的动力火车苏打酒。这是乳酸菌口味的酒？对啊，它喝起来口感也是酸酸甜甜的，关键就是零糖零脂，身体也不会有负担，年轻人的聚会爆款。动力火车苏打酒，零糖无负担，聚会更好玩，快跟朋友们聚起来。好了，客人都回房间了啊，今天的工作完了，收拾东西。然后呢，都把它关门，就是。但你要不要联络一下老板娘？我没有她的联络方法。哎，春哥有啊。啊？其实为什么我出去了？我就一直有跟那个老板娘在聊。聊了什么？我跟她老公聊，不记得有没有聊过。我有聊过啊。啊，对啊，你有啊。对，你跟她老公聊过吗？她老公今天打电话去我那个住的地方找我，我也没打电话。她来电显示的。她来那个来我们住的地方找我，没有她电话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啊？找你，然后就到这个地下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你。不是这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真相大白。他今天听说呢，那个老板呢跟他说呢，有十家房间的，十个左右的。就两个，三个，对，但不是，你说，你继续说，说。四个房间，我刚才换了两个床啊，嗯哼，就变四个空间，这里第五个空间了哦，没有睡的，没有睡，你哇，小春哥，我看见说你教你的儿子说你不可以讲大话的，我没有讲大话，好，你来，这个五四个。加那个五个，还有呢？我们下午吃饭的第六啊，六啊，嗯，越来越多了，六啊，你要厨房七个，七了，还有两个冰箱呢。你我就，不玩了，我们把他怼死了，终于啊。哎，咦，这个貌似老板娘，我看到了那个照片，对，老板娘好，老板娘好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坐在这里啊，我们尽力了，老板娘。我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接到好多客人给我发的消息了，他们对你们的服务感到特别满意。哇。
而且今天见到你们，他们感到特别的惊喜。刘爷，谢谢老板娘你啊，那么大胆呢、啊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谢谢。就是之前有想过，比如说在北国有这个横道河子这样一个鹅峰小镇吗？没想过。这个民宿呢，它就是中东铁路主题的一个民宿。嗯，在百年前，俄国人在咱们东北修建一条叫中东铁路，所以说哈尔滨有一个称号，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。横道河子它四面环山，火车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它必须在这儿更换机车头，所以横道河子它有中东铁路机车库，它现在很完整的保存下来。这个民宿呢，它是一个军官的官邸，早在1903年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120年，明年。对，120年。120年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老洋房的时候，它已经很破旧了，是用文物修缮的这个方式修旧如旧。比如说这个俄式凉亭天花板，俄罗斯火墙，木质的门窗，窗子上面的天地锁。哦，所以你们在旁边有一个博物馆，也要在记录了这个历史在里面呢，有历史的感觉。对，也是这个小城镇它的一个特点。为了感谢几位，我给大碗仔们准备了一桌俄餐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娘。哇，哎，我们喝什么呢？茶呀、啊，我唔饮嘢，我饮茶。唔饮茶咯，你想饮咩？嗱，嚟，谢谢阿志，谢谢阿志，辛苦啦，辛苦。大碗仔们，俄餐宴席开始啦。好，这个是俄式家庭沙拉。这个是属于俄餐里边的一个前菜。哦，啊，这锅是已经100多年了，这锅，这个，这从俄罗斯带过来，百年嫩烤鹅。哇，这个真的用功夫出来了，可能要整几个钟啊。俄式红汤，俄式菜卷，黄油香草煎口蘑，铁板鸡，慢用啊，谢谢，嗯，不客气。哦耶。还有啲嘢嘅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久没吃了这东西，这个不错，我估到了。好食啊，個鴨就明顯。依個，哇！個菜卷都好食，有啲香料好特別啊。老闆娘為我們準備的那個俄羅斯的晚餐，我覺得很有特色。這個民宿是，我挺喜歡的啊，那個感覺有歷史感在裡面。我從他的眼睛裡面。就知道他很爱这个地方，也很爱他每一个客人。老板娘她对这个民宿这个地方的一种热爱，也跟我们大湾仔想把那种大排档的文化，那种人情味推广出去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就做完那个民宿嘛，就是跟我们平常做那个餐厅不一样嘛。那如果现在你不做那个娱乐行业，有没有别的事情你们想做？做废人，这样饭来张口，挂一个大饼呢，在井上面啊，那个咔咔咔咔。那你说做什么职业？我以前有想过当消防员，到现在我觉得是，当医生好一点。当医生啊，真的很不错，能够帮人。我反正就觉得医生是很厉害。其实呢，通过大湾仔的业呢，我觉得我可以在餐饮业里面做一点事情。分一杯羹，减一丝细味。
我有想过做生意，也还有就是一些小朋友的教育。哦，幼儿园、啊。对啊，我也想开那个麻将馆啊。是你的最大的兴趣是吧？对啊，每一个人都来的都很有热情。那你呢？动物我也要想做一个动物，野猪。没有，想做一条鲸鱼。鲸鱼，短暂记忆的鲸鱼，好特别啊！天王哥的东西。还有呢，最重要呢，它可以往那个海里最深的地方，鲸鱼。鲸鱼啊。鲸鱼，啊，鲸鱼，鲸鱼咪咁，鲸鱼，我还以为你说做鱼缸里面的鲸鱼，啊，鲸鱼，因为那个太疯狂了，做一条小小的鲸鱼，很难的，谢总。如果你当那个鲸鱼在海里很深的时候睡觉呢，现在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的，那鲸鱼怎么受受不了？你现在有这个习惯了，你不知道？我没有啊，我跟他有点像，可是我想做外星人。外星人的做公还是母啊？他应该担心的，担心繁殖。他怎么繁殖啊？我等一下。Hey John， 你怎么繁殖的？我怎么知道他在讲外星人嘛？我想过就是，我可以控制那个天气。打雷打自己，准备一顿地去纽约，去纽约，去伦敦啊，去伦敦，我想试试看，我一天变成一只玫瑰会怎么样？好美啊！对，贝克汉姆，我做梦我跟他踢足球，我同一队。我喜欢这一种天马行空的交谈。因为有时候你说一些平时都会问的问题，大家都有一种既定的答案在里面哦。可是如果你问一些奇奇怪怪的，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面去看得到。所以我自己喜欢去问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生命只剩下24小时，你能在这24小时里面做3件事情，做什么？灭了自己的手机啊！但是总有一些自己的内心的一些秘密想保留，不想跟全世界所有人分享了。很理性的啊，好理性他。但是家人知不知道我只有24小时？嗯，应该不给他们知道。哎呦，不给他们知道很残忍啊。嗯，对。不行，现在这个游戏规则你就是不能告诉他。OK， 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银行密码，就是做银行密码。OK， 谢总呢？我会找回我所有的照片，从头看一遍。哇，这个不错。有些特别的，你要可以看，去想一想啊，对，这个是我们从前的在哪里，一起看。我还是要觉得录下来。OK， 二十四小时里面，自己在干嘛？自己在想东西也好，自己对镜头问问题也好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。想要什么东西记录下来？我会录下很多要对儿子说，想说说咯，妻子说，每年看一段，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那个样子。对不对？好像一部电影一样。对，就是我没结婚，没有小孩，就是我会对我妈说对不起。然后原来我拍戏20几年真的没有时间去陪你，就真的立马回去，然后抱着他们看感受。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每一个考虑啊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明天就做这个事情。嗯，真的不需要等到生命最后的24小时，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嘛。我告诉你，我43年做人，41年以后，就一两三年里面，我不停跟我妈说我爱你，从来没有说过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种那个对还没到，没这种习，我们很少有习惯。妈妈我爱你，尤其粤语，妈妈我爱你。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不停的跟他说，对，不要留遗憾。对，对。
所以你现在就好告诉我你的银行密码了。我已经告诉我了，家人。小峰是，他已经两个儿子已经长那么大了，那种无忧无虑的，对，那种我这样挺想感受一下。下班跟儿子，哎，干嘛？哎呀，我就很忙啊，就因为我应该还有十年才到达那个地步，但我好快，好奇，我很好奇。而且啊，他跟他的两个儿子的关系都像朋友一样。对他，而且两个小孩也很懂事的感觉。不错不错，想感受一下你。当年我老婆早婚，然后就有小朋友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啊，你不努力去工作，我不是放弃我工作，而是我觉得我可以放弃一部分的我自己，然后就我得到就是我两个儿子，我喜爱他们，你当然就希望把你的人生最长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人，或者是跟你一起走下去的人。那吃完以后，我们在聊天啊，聊什么话题就聊聊聊聊聊聊，可以说一些有一点点过分的话也可以吗？或是开玩笑也好，或者是对人家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，哎，男人也可以这样聊天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这里是由梅赞臣蓝针冠名播出的《大湾仔的夜》第二季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。哇，今天那么好天气，要不如去那个火车站 ？OK， 可以。钓鱼啊，军哥，钓鱼啊。OK， 我去掘东北的特色的菜色。今日可能冻呢个泳池，很冷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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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咱们金波湖你们了解吗？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野外什么湖啊？世界第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。堰塞湖。我叫你们来啊！你看咱们这个冰川啊，有几十斤重。要打这个冰眼的话，先打一个圆眼啊。这个就是咱们要下网捕鱼的第一步。第一步找这个。先要凿一个冰窟窿。来，两位老师谁先来？小心啊！好。冰川不要拿漂，要拿稳，用惯力往下啊，要对准。不能憋哦，不能憋，哎，不能憋，哎，一下是一下的，哎，来，我给你先把这冰和一和啊。来，小孙老师来一下。会，会，哎，不错。会，对，像那么回事。大王宰的夜，我说夜。你说爷爷，我这爷，像样。我会，偷了。这个基本上成型了。有意思，哎，完成了大楼。两位老师见过这个东西吗？没见过。像什么？鱼雷。鱼雷像不像火箭力？火箭，对。所以说我们渔民管它叫冰下小火箭。冰下小火箭，对，这是你们发明的这个东西是吧？哎，对，这都是渔民发明的。哦，它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。一整块的冰，你想把网下进去，你怎么下？它就是一个针，这就是一个绳，这根绳后边带着网，就把网穿到冰里边了啊。操作一下，来。再来一次，
走你，又上来了，出来了，来，你们试一下，来，方向要冲太阳的方向啊，可以。对，哎，对，用它这卡住它，卡住这两个轮的轴，我知道，先给它压下去，对吧？哎，对对，哎，小孙老师弄得不错，比我厉害，好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停，非常好，现在第一步咱已经成功了啊。你看这关是不是很清楚了？哦，来摁着，摁 A， 走你。哦，是。好玩，小钢炮啊！哎，这小火箭很厉害啊！能掉下来的有多大？目前我们最大的是136级。哇哦！小的咱就不要问了吧。小型成鱼还有几钱呢？那不到一两的。走，跟着我走，咱们找火箭去啊！好嘞，这就得靠技术了啊！哎，听声音啊，走步的声音都要听，哎，这样才能听到小火箭的转动声。哦，这就靠功夫了啊！等会儿听听啊。好，没有来不及吧？跟我来。好。好，再听听啊，别动别动，大家听啊，方向没错。好。哦，来吧，接着往前走，咱能看不看着绳啊，看那个线能不能找到啊。没找着。别动，他是航拍呀，你别听他声。啊，好嘞。现在遇到小问题，雪厚了，声音不明显了，找一找。点听到啊？佢听到个马打声，对对对，所以佢哋咪都要揾咁耐咯。啊？不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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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给这搓吧，就在这附近。没声，没声音哦。有小，方向没错啊。哎呀，咱找一片，找一找，来去，来去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别动！哇，厉害哦！还是小春老师厉害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火箭，砸吧，开始。现在把它捞出来，来了。哦，一个人定是拽这个绳。哦，那头是铁下网。嗯，我拽。来，拉，拉，拉的同时你这个要放啊，这样是网就已经在冰底下了。好。停。哎 ，OK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咱们把这个网头啊，哦，留一点，两边倒是咱留两个记号放到冰面上，两天之后咱就来起网。明白。OK， 大前天我们刚下的网，看看咱究竟有没有收获。好。哎，来鱼喽！哎，来鱼喽！鱼喽！哦，哎呦，丰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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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呦呦呦！
哎呀，哎呦呦呦呦，哦，哎呦，哇哇，丰收了啊！真的很佩服那些渔民，他们就很聪明，去设计一个什么小火箭去抓鱼，然后今天的收获很丰富，很开心，也希望所有看我们的节目的人都是年年有余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现在我们火车往返中东铁路原路离子了。哇哇哇哇，好美哦。现在我们在是新的路轨，另外一边才是老的桥梁。1894年历史，到现在还能用，真的好厉害，厉害！我觉得小小的火车很慢速的往前走，好像一个小朋友，也好像一个老人家，但是他一直在默默的往前走，挺有意义啊。我们应该要保留它，然后好好认识一些的历史。现在是我们两位，如果所有人疾驰在这个车上面，如果是卓西哥就会，师傅开快一点啊，那么慢啊，那个火车你开得那么慢，什么时候才到啊？志宁哥就是，不如我们现在来杯咖啡吧。不如我们先玩个游戏吧。玩什么游戏啊？又玩，一整天都在玩、啊。蒙蒙沉沉的，对。华哥应该就一起摸皮，摸皮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涂个针，龙种有神人。风，风，保重！你自己要好好保护自己。你也是，好兄弟。伯豪，记得带手信回来啊！今天终于可以见识到那个中东铁路的部分，很圆满，好开心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我听说呢，这里是东北菜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店，所以特意过来偷吃。简单介绍一下子我们东北的特色铁锅炖，铁是就是这个锅，铁锅的意思。铁锅啊，但这个锅跟那个锅是不一样的，炖出来这个鸡和排骨味道更浓郁。这个鹅呢，如果生产周期超过一年，才叫笨鹅。两周岁就不笨了啊，一周岁才笨。OK， 明白。开始做了，好，来了。OK， 东北特色大豆油。哎，好的。这个调料，对，放进去，料酒，哇，放一勺老汤，哇，好香，大概炖40分钟左右吧，40分钟，要到我们那个包间大锅去炖，现在就可以倒出来了，哇，哇，你好，尝尝咱家这个东北的特色干炸蚕蛹。这个蚕蛹呢，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一个蚕蛹蛋白质含量相当于3个鸡蛋的蛋白质含量。哇，那吃一个就可以了啊？多吃几个嘛。哇。这个厉害的，
我现在才知道蚕蛹是那么大颗的。这个东北很普遍吗？很普遍的啊，我们广东很少这个。谢谢。来了，好像小鸟一样啊！哈哈。哇！很特别。刚吃下去的第一口的感觉是，那种感觉有一些像那个我们广东的咸蛋黄的那种蛋黄，越吃越好吃。可不可以把东北的特色跟香港的特色混起来，再创一道菜去介绍给东北的朋友，然后回去跟啊其他兄弟们去研究研究一下。好。本节目由湖南卫视、芒果 TV、咪咕视频联合播出。马经理 ，Hello， 我们想接收这里啊，接收这里啊，帮你们迎接。好啊，我们是冬至团团。大家好，我是峰峰。一起炒菜，一起咬舌，我可以咬上唇吗？嘿，我的老家住在这个屯啊。我是这个村里头的人啊！看你们谁睡得比较快，边个最近先？我等仔，我而家望到啲画面，好好笑。可以舔一下那个冰，挺过瘾哦。就是啊！哎呀，好爽啊！平时会唱歌给客人听嘛，我们不如来一首歌唱给我们自己的。发挥，成日做从未坐低，中午整个牛肉米，夜晚炖煲猪腩仔，为求做满分，凡事百分百细心，年年甜酸苦辣如谱写人生。上微博参与大湾仔的话题讨论，分享美食和音乐的治愈力量。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、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、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、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、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娱乐、网易谈新社、新闻客户端旁外新闻、凤凰新闻、一点资讯搭配特别合作，八度青云书法智联招聘，至今凭借百度书法太难一代价 YH 光豆腐美食网易有道词典媒体支持，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国际在线北京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